我是阿 Phil 石明輝，我在城市大學教一些基礎攝影的課程。咁呢個作品名就叫做Daguerre Nightmare。咁其實 Daguerre Type 係一個早期嘅法國嘅攝影之父啦 ，Daguerre Louis Daguerre 發明嘅一個早期嘅攝影 process。咁因為咧，佢喺塊銅板磨定咗個銅板上面用啲化學物質去將個光影成像。咁而呢一個鏡面，呢、這個令嘅銅嘅鏡面，某啲角度睇到你係相，某啲角度你睇到係一面鏡。咁而又係鏡又係相嘅呢種迷離嘅感覺。就成為了 Daguerre Type 其中一個迷人的地方。我將那些歷史人物前港督和我們政權移交之後的行政長官的相片拿出來找 Laser Print 出來。 Laser Print 有個特質的，因為那些有墨的地方它會亮的，它會反光的，而這個反光面在某個光源底下令到那張我們熟悉的面孔黑白是對調了，而這個黑白對調的這個特別的效果是有少少似 Daguerre Type， 而這個效果令到我們視覺上這就很熟悉的人物在一時之間我們看不回他們是什麼人。咁我就是想去捕捉那個可怕的陌生感。咁我一開頭見到個過渡，對於嚟講就好自然，就係歷史咯。歷史嘅開始，同埋我哋點去認識呢段開始嘅過程，可以係陌生，可以係熟悉，可以係甜蜜，可以係厭惡。咁我喺當中去揾出一啲我自己覺得感覺深刻嘅一啲元素。